选择今天结婚，我想请问一下您，您给新娘发红包了吗？我没有发红包，我觉得吧，我都能够娶她，我能爱她一生一世，还用发什么红包吗？新娘呢，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没钱就没钱，你扯什么离根呢？不是红包有那么重要吗？不是红包的问题，是你的态度。你想咋的？想咋的？不接了，我先回家去。중국 소셜미디어에는 연인 간에 있을 법한 평범한 대화가 60만 개의 공감을 얻어내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 이것을 본 네티즌들은 잔뜩 화났습니다. 那你结婚要酒席吧，要首饰吧，你还要一场完美的婚礼吧？要。你这样算下来，怎么都得几百万了。不然呢？我남자는신부값을언급한뒤담례로선물을요구했지만여자는교묘하게일으켰다남자는어려움을찾아흥정하려하지만여자는그것을눈치채고피하기바쁘다고로이들은하늘이맺어준인연이다내파트너가저렇게말한다면나는결혼하지않을것이야이제는중국의이말도안되는신부값이라는문화가사라질조짐들이나타나고있습니다come here come here 법원의집행관들이신부의집을들이닥칩니다파혼한신부가신부값을돌려주지않고있기때문입니다그녀의어머니가도착합니다없는척하던신부는문을열어줍니다신부는받은게없다고말합니다이미논쟁이끝났고충분히기다려줬기에집행관들이온것입니다방해하는그녀의가족들이체포됩니다숨어있던그녀의아버지도체포됩니다知道这是错误的，现在才知道，现在才认识到是错误了。可以把这一部分钱先还给人家，如果不够的话，然后你再想办法。모르쇠로일관하던신부는이렇게말합니다换呗。신부값을받고이혼을하거나파혼을해도돌려받지못했지만이제는법적으로도보장되고있습니다남성들도이제는신부값을주지않습니다初中文化，他没有文化的，我朋友公司的一个泡茶的而已。我去跟我朋友谈公司的时候，他主动黏上我的，要了我的微信名片，约了我。这个女的要10万块钱，还有20万，她拿不出，她说你去借啊。我跟她擦屁股，还甚至说让我去再去借钱。신부값을받은신부들의책임감없는행동들도중국여론을분노케하였습니다那你像做堂之前的，你说这个孩子已经。임신한아내의뱃속에는다른남자의아이가있었습니다그리고남편은충격적인말을합니다남편은이혼을결심합니다그리고곧태어날아이의방으로갑니다그리고신부의웨딩드레스를집어둡니다这是他结婚的时候穿的婚纱是吧？看到这件衣服，我看了就不错。역시나신부값을받은어느신부는받은순간부터남편을무시했습니다新娘说不让我和父母来到现场，他们是农村的，农村怎么了？没有农村人吃啥、喝啥、用啥？什么话不是吗？当着我亲的好人面想干嘛？남성들도이제는거침이없습니다굳이불합리한조건의결혼을이끌어갈이유가없습니다이남성의파혼스토리는중국전역을뜨겁게달궜습니다공영방송에서도그를취재합니다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介绍的他也属于那种稳稳健健的相处了8-9个月吧然后就准备结婚了然后结婚就是谈这些彩礼的事儿刚开始我们是谈的18.8万是我自己攒的16.8万然后借了2万是我朋友的他又说再加3万我就有点不高兴了后来就因为这个吵了一架然后就与其把那18.8万给了他们你知道谁知道以后是个啥呢
중국은 지금 결혼이라는 패러다임이 바뀌고 있습니다. 어쩌면 중국만의 문제는 아닌 것 같다는 생각도 듭니다. 빠르고 신속한 정보로 가짜뉴스는 절대 전달하지 않습니다. 구독과 좋아요 부탁드립니다.